黑帮和合图每两年选一次办事人，而原本的坐管细权渣数人细杰今年初亦都任期届满，所以和合图早前已经选出了新一届的办事人接棒管理社团。不过由于和合图基本上由社团太上皇郑爆话事，所以今次选出来的两名办事人都是郑爆的嫡系人马。和合图的主要势力在港岛区，好似香港仔、湾仔同埋西环咁。今次选出嚟嘅两个办事人都是活跃喺新界区。新任坐管全辉活跃喺荃湾梨木树一带，佢系帮中猛人肥仔彪嗰支水。全辉以前做过郑爆嘅近身保镖，之后跟郑爆捞到，深得郑爆信任，所以被推举做坐管。而新任渣数人大眼活跃元朗大旗岭村一带，他跟和合图新界猛人艇哥出身，由于艇哥和郑爆同辈兼且教程费钱，所以大眼后来过了去帮郑爆捞到厅，因而上位。所以今次和合图这个夜宴亦都选择了在元朗举行。今次这个宴会名义上是大旗岭青年团庆祝天后补诞，其实是和合图的扎职爷宴，宴请帮中兄弟宣布全辉和大眼正式成为新一届办事人。多谢爱龙花炮会三万，石哥32,800，好评掌声，多谢石哥。当晚宴会仲有拍卖活动，即场拍卖过百件物品，拍卖品主要是金色摆设、颈链和洋酒。几乎每样嘢都过万蚊，好夸张噶！长友长友，前年一售88,000，又来多88,000，第二声，好第两声，88,000第两声，好恭喜啊！不错，第三声，好听掌声，多谢不错。而宴会主角新任渣数人大眼当然有出钱镜头啦。哦，大眼开12,800，30,800。新壮力健，龙马精神，长饮长有。当晚延开50多席，几乎全港各区的和合图帮众都有派人出席，场面非常虚撼。这种江湖宴会，反黑组都高度关注。未开席之前，已经有大批反黑探员入酒楼了解情况。而开席之后，又有多名反黑的探员在酒楼门外戒备，截查出入的古惑仔。而新任渣数人大眼之后都同门生落嚟，同反黑探员解话，话今晚只是围村聚会，吃饭玩下游戏，不会有事发生。总之你唔好睇佢，我上去先啦，得啦，去啦先啦。之后有几名古惑仔落嚟，谂住带门外聚集的几名南亚人上酒楼。啱啱行入酒楼门口，就被反黑探员喝住，叫他们出翻嚟。只是见班反黑探员同班古惑仔倾咗大约10分钟，问清问楚之后，先至俾他们上酒楼。而大概饮到11点，一批批的古惑仔亦都陆续联群结党离开。两名和合图新任办事人亦都正式辞职。5月14日起，读者一定要登记成为一会员，先可以睇晒一周刊全部内容。如果你仲未登记，你就会见到注册提示，立即免费登记。你可以选择用 Facebook 或者 Google 账号一按注册，或者用电话、电邮地址注册，就可以尽览一周刊全部精彩内容。如果你已经喺苹果动新闻登记过一会员，同一户口就可以直接登入一周刊，一起出手，蹭新闻自由，立即免费订阅一周刊。